它不算自动，它就是有智慧的自动啊。它没有智慧啊，它只是记起来你在干什么而已。它没有，它就是自动啊。没有，它有记忆，它的储存。这就跟手排车跟自排车一样，一直的变动，一直在变动。你习惯一直的改变，它就一直跟你。那你这样子，车子是不是的变速箱也叫 AI？ 因为它也会跟着你开车的习惯去做有变动。那你这样，我都每一台车子都叫 AI 车子啦，你写公虾米？啊，这 AI 就是等于自动啊，写公虾米？啊，就是更自动一点。哪里更自动？什么鬼？你现在的变速箱，它虽然是学习，但它的学习的那个范围很窄。哪？它不能一百种人有不同的就有啊？啊你不是妈妈那个充那个电脑恢复原厂设定说哦，怎么车子这么充？